都市人每一日都好似同时间竞赛，分秒必争，生活节奏越嚟越急速。根据英国前年一项统计，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行路速度比起十年前平均快了一成。香港上年在互联网更被选为全中国最繁忙的城市。即我自己感受到的环境就是快就等于有效率，还有不快就会执输。香港人太贪心了，贪心就是想太少时间做得太多嘢，揾得太多钱，咁嗰个就系会变咗忙咯。当时事讲求速度，部分香港人付出代价之后，开始反思，放慢脚步，生活会有乜嘢唔同呢？如果能够识得放低，识得慢落嚟嘅话咧，我觉得香港人会更成功。其实每次去中环咧，我都习惯咗行天桥，好怕喺地下咧，要经过红绿灯啦，要等车过啦，等转灯啦，条路其实有机会系远咗。咁但系唔使停低咧，就已经感觉上高系快咗。林志坚系典型上班一族，每日都匆匆忙忙穿梭中环嘅商业大厦，赶住去见唔同嘅客人。佢话自己初出嚟打工嗰阵，工作至上，以尽快升职加薪作为奋斗目标。廿零岁嗰阵时出到嚟，我真系睇住部门主管，三年内我就要坐呢啲位。呢个系一个一定嘅收入，我要几多年之内要达到一啲嘅我自己认为嘅标准。工作好长时间，休息好少。我选择今日系要见一个客，定还是我今日要翻屋企陪我屋企人？其实呢个系一个时间管理。第二件事系个重视喺边度？因为呢个心就已经带住你行。我重视个工作，我自自然然其他嘢我睇唔到嘅。Hey, Florence。林志坚在商界打滚十几年，而家是一间保险公司的营业经理。事业有成的代价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完全失控，饮食冇节制，又不做运动，结果健康响起警号。嗰阵时系去到医生要我减肥啦，因为脂肪比例太高啦，开始膝头哥会痛啦，开始好容易气喘啦，即系。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。咁当时我就决定了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一定要找一些方法。但我没有方法的。当时我一定要找一些新的方法去改变我的生活。我知道这样不 OK， 但是怎样 OK 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照回来看了腰椎第四、第五节就斜斜地的。即系就唔系好明显、好严重嗰只，人哋大湾好多度嗰啲啦，少少嘅。除咗腰肩经常酸痛，旧年林志坚仲发现腰椎生骨刺，经物理治疗师提醒，佢先至意识到一直以嚟自己工作至上嘅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。如果你个人咧，所有嘢都好赶嘅，所以好 rush 嘅时候，所有肌肉咧都系一个收紧咗嘅状态，就系、导致呢种人咧，佢系有一种特别倾向咧，系有呢啲颈椎啊、颈膊疼痛嘅现象嘅问题咯。咁所以如果佢能够将呢个成个生活节奏去到改变去到减翻慢啲咧，其实佢呢个现象咧就可以一路咁样嘅去改善咯。有时 aware 咗紧张难，仲要 aware 完之后再去放松，我都系慢慢学紧咯。其实企度嘅人好简单，乜都唔使谂。正係休息，慢慢經過膊頭、手揸、最近林志堅約埋一班朋友喺放工之後一齊上堂學習放鬆，感覺下你身體同地下有幾多點接觸嘅。香港人真係識快唔識慢，
覺得快係著數噶嘛，快係抵啲噶嘛，即係快人一步，你想達到啊嘛，啲廣告你咁講。但係其實慢唔代表差噶，你慢你可以睇定啲噶嘛。快同緊張係一幫嘅，慢同鬆弛一幫嘅，咁即係慢永遠係著數啲咯，又係咁。我哋試下喺地一路爬，好簡單嘅啫，乜都唔使力喺度爬，慢慢爬。香港人凡事讲求速度和效率，连食晏都不例外。据统计，七成香港人午饭时间不会用多过20分钟，其中两成人因为食得太急，结果患上肠胃病、消化不良等都市病。什么菜来的？萝卜牛腩豆的。我试少少得唔得？好味啊！几多钱啊？8蚊。我平时好中意去街市趁热闹减压，因为咧呢种热闹就系真嘅热闹，见到啲人个个开心心揾嘢食喎，非常之唔同中环嗰啲逼逼劫劫啊，或者市区里面嗰啲匆忙嗰种揾食。嗰種揾食係壓迫感嘅，呢種係舒緩嘅，係開心嘅。隨緣每個星期日都會一個人翻元朗村屋，花一兩個鐘頭去煮嘢俾自己食。有好多人重視食，而係唔願意花時間，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嘅存在啦。其實食嘅嘢咁樣，我覺得係好開心嘅，唔使一定話好豪華啊，好做到好花巧啊嘅先係享受生活。其實越簡單嘅嘢係越享受啦。徐源好欣賞20年前已經喺歐洲興起嘅慢食文化，佢覺得應該提倡細味品嚐，享受同珍惜食物。好急速咁食嘢咧，我覺得係好冇意思嘅。即係醫飽個肚咁樣，求其食不知其味啦，嗰啲叫做。咁香港人可能就覺得快要去揾錢，咁所以佢嘥時間坐喺度食嘢，就係冇咗錢啦。就算佢哋好似唔係去揾錢啦，硬係趕住做第二樣嘢，唔知點解成日都係咁樣。徐源做咗廣告設計20年。经常食无定时，令他享受不到品尝美食的乐趣。因为这个理由，上年他决定索性全职转做私房菜，由自己做老板兼大厨，实行寓工作于娱乐。不过他经常提醒自己，千祈不要重蹈覆辙，好像以往那样日忙夜忙。效率其实的意思不是说快，是用时间用得好，即是等于嗰棵树要呢个时候开花结果，就顺理成章咁样一路顺住生长，咁就叫做效率。佢啱啱出花，出咗新嘅苗，你剪枝等佢可以生多啲，嗰啲叫做效率。催谷就唔系效率啦。即系去到大自然嘅环境，见到咁多绿色嘢咧。自自然然就會舒緩下來，自然會個人 relax 啲，唔會咁緊張，同埋你唔會掛住諗都市裏面嘅問題。年幾前，徐源喺元朗租咗個農場，專門種有機植物。佢話喺呢段時間，佢深刻體會到四時有序，好多事係急都冇用嘅。每一棵菜、每一个生果有佢自己嘅节奏，有佢自己选择跟大自然嘅韵律点样走。哇！我嚟整咩好呢？我觉得行得快啊，好世界嗰啲香港人嘅文化嚟嘅，但系就唔好走火入魔咯。系有效率，唔系系唔系都快，应该系咧，应快则快，慢而不慢咯。即是你慢得嚟，你只是享受舒服，不是 too slow 了。
信自细就好想出人头地，工作上要赚大钱。工业学院毕业之后，佢储咗几年钱就出嚟创业，希望尽快实现搵钱大计。我嗰时做呢个玩具手板啊，咁呢一行咧就需要接咗订单翻嚟之后咧，以一个最短嘅时间去讲翻俾人哋。咁我做得快，咪越多啲钱咯。所以不停咁做，通宵通宵，似自己后生有健康，挨唔死嘅应该。咁啊，成日都废寝忘餐唔食嘢啦。最后系啊有钱，但系啲钱咧晒睇起身，睇起身先知道咧系好严重嘅心下食道。如果我唔去搞咧，可能以后都食唔到嘢会死噶啦。咁跟住就慢慢仲有一个毛病就咩咧？嗰、那个肝酵素太高。咁啊，太高就變成一個肝炎，再唔理變肝癌，咁所以就開始知道咧唔得啦。如果再咁落去咧，我諗都唔使到好老啦。我諗三十零歲已經可以拜拜。當我思想沉寂咗落嚟之後咧，發覺其實我唔使好多錢嘅，根本一個人過生活咧好簡單咧，食又簡單咧，慢慢就可以將個要求降低，都覺得好開心嘅喎。準備啦，係咪手掌？啊 ，Namaste。金童咧係上都市病啊。咁你右手揸實，左手穿入。吸。劉宏信最後結束生意，轉而將自己嘅興趣瑜伽同跆拳道變成職業。舊年開咗呢一間學校，以過來人身份教學生點樣喺快慢之間取得平衡。一二斩，要快啲。咁跆拳道要灵敏，反应要快，要劲，要讲求嗰个力。而家系一个比较慢嘅，需要冷静，思想咧就系尽量系放低。咁其实两样合埋咧，其实更加可以发挥最好效果噶。我哋做人做事一样啦，内心要好慢，好平静，思想清晰，外在咧速度就会好快，可以好准确去达到一啲目标。譬如放到好松，呢下就可以好快啦。其实呢条路咧，过去我行咗超过过千次，甚至乎几千次啊。以往太急速嘅脚步，身边嘅人环境咧系模糊嘅，身边人根本唔可能留意到你，而我亦都留意唔到我身边嘅。停落嚟嘅時間咧，其實我先開始同我嘅身邊嘅環境有翻個接觸，同人有眼神嘅交流，睇到佢嘅表情，同人嘅溝通先喺翻度咯。林志堅過去將事業放喺第一位，不斷向上爬，結果未夠三十歲就坐上管理層高位。不過當佢停落嚟嘅時候，發覺自己原來一直忽略身邊嘅人同埋事。我以前咧覺得冇選擇嘅，一係就翻工，一係朋友，一係屋企，呢啲嘢係撈埋。今日喺價值觀上高，我有一個新嘅體會。個人嘅成功可能已經唔係咁重要咯，有好多嘢喺關係啊，喺愛身邊嘅人上高得到嘅得到嘅成就感更大啊。今日我學識咗嘅係平衡，有時我係叫取捨啦。同一時間你唔可能可以翻工關心住屋企人陪住阿媽，咁但係呢啲身份同埋角色係可以平衡。其實咁多樣嘢加埋一齊先至係人生咯。距離今晚要食飯只係得兩個幾三個鐘頭。啲嘢而家要開始準備啦，因為有好多食材咧，你臨急係整唔到嘅，係需要時間嘅。譬如好似呢個菜咁啊，啱啱今朝喺田度摘翻嚟嘅，咁我摘完之後，我仲要將佢做一輪功夫，又要做個豆腐釀落去，咁先至成咗今晚嘅釀羊菜。
一些很簡單的食材，就是因為你肯慢慢給心機去做，就會做得很好味，不需要說一定是炆包心似肚。這一晚徐源已為22位客人預備晚餐，他說預算客人至少要用3-4小時去慢慢品嚐他精心炮製的10多道菜，這樣才可以充分欣賞到廚師的心思和食物的真正味道。 Hello 好啦，請慢用啦。It'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parts of being in Hong Kong and eating with friends. 在整個過程，你是花時間去 cultivate 嘅，去接觸每一樣嘢嘅，欣賞一隻杯、一隻碟、一啖酒或者一啖嘢食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同埋同朋友之間嘅相處，整件事整個過程係 slow eating 咯。我有味先啊！哇，呢只雞味少都超好味。你做嘢又冇辦法啫，咁你放啊，梗係要慢慢享受下噶啦。今日夜晚慢慢食啊，食出一個味道出嚟嘅文具。哇，嗱，係咪咧？嘥啲時間就會有好開心噶咯。哇！依味好靚，好靚，好靚，好靚。呢個係咧，咁朝摘翻嚟嘅蘿蔔咧，哦，即係好似爆包豆腐咁咧，然後個底咧有蝦膠嘅。恒生指數年幾前一度升超過30,000以上，當時估計一半的香港市民有參與股票買賣，人人都想在股市賺一筆快錢。不過一場金融海嘯令全港4000多億財富蒸發得無影無蹤。劉宏信慶幸今次自己並沒有損失，因為1997年股災的慘痛經歷令他到現在都不敢再買股票。在1997年的時候咧，全民都解股。如果你不買咧，就好像傻嘅。初梗係贏啦，跟住就貪心揾快錢，咁啊將所有嘅積蓄咧就慢慢越買越多，越買越多，最後買曬落去。突然間，全香港一起冧，一兩日之間咧就係將所有嘅錢就冇曬啦。呢個教訓亦都俾到我另一個體驗。改變了自己一種人生態度，就是你越貪快咧，最後都是得個慢，貪亦得個貧。劉宏信而家每日都抽時間靜坐同埋冥想。面對金融海嘯、經濟低潮，佢提醒自己要學識隨遇而安，經常保持心境平靜。譬如而家咁嘅環境底下咧，根本係你係急唔嚟嘅，咁周圍嘅市道都係差，反而就穩守，保存住而家個力量，咁等日後好景之後咧，先至再發展啦。因為我自己嗰個要求降低咗，主要能夠覺得我夠糊口，我維到自己嗰個基本嘅開支，咁我已經好開心。市道係靜咗好多，
好受影響嘅，個個都咁。但係你有多啲時間，我咪唔使咁急咯，我咪可以做靚啲啲菜，做好啲嘢。而家趁有時間，幾得哇諗多啲 idea 出嚟，做得好啲。當我有時間嘅時候，做得好啲。第二日咧，到我更忙嘅時候，到市道更忙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做順咗一樣嘢啦嘛，我咪有啲新嘅好嘢俾人咯。咁咪用一個樂觀嘅態度去利用呢啲時間，去慢工出細貨咯。以前啊，都出現過金融風暴，我哋試過交易所停市幾日，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會出現嘅環境，我哋控制唔到，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嘅態度同埋我哋嘅情緒咯。曾經我覺得要好似一個陀螺上曬鏈，轉得好快先至係做到嘢嘅。咁其實而家我覺得慢翻落嚟係，即係休息係可以令到自己行更加遠嘅路咯。工作、家庭、健康取得平衡，先至而家是我的追求的。跟住嚟讲嘅系东张西望。